受本地圈诚意推荐，在亚太地区深获好评的本土美食节目。很汤哎，哇！阿贤亲身体验美食劳动者的生活况味。这你接要接很久哎。哇哦，这个感觉很好哎。用心记录最鲜活、最温暖的美食故事，希望不会让他们失望。美食不外乎人情，全新阿贤人情味，9月2日晚上10点，只在 Astro AEC。由 Zelvi 荣誉呈现 Circle 专心制作的 Vista 蜕变之声，多位国际专家提供由内至外的专业指导，改造全新的你。我们坚持健康与美丽，打造充满活力又好玩的电视真人 show。 Zelvi 约定你一起拥有优质人生，记得守住华丽台啦。我依然保持25岁般的靓丽与活力。以上节目是由 Zelvi 年龄25岁为你荣誉呈现。我的秘诀就是 Zelvi。阿妹，喝完汤再去加班吧。妈，我不喝了，我快要迟到。为了爸爸的医药费，辛苦你了。不要为了医疗费而伤脑筋。背光癌症专科医院拥有世界级医疗设备，还有一群资深的癌科医生，我们更会协助贫穷患者解决放射治疗的费用，让背光在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陪伴着您。预知详情请拨电03-7787-2999 Beacon Hospital。 You're a case of care specialist。 香港小姐竞选40周年，一起见证新一届香港小姐的诞生。现场直播2012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决赛，8月26日星期日晚8点半，守住 Astro 华丽台。学妹们，知道踏上华人星光大道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吗？歌唱实力、稳健台风、艺人特质、坚定信心、抗压能力。说的一点也没错，但是如果少了马来西亚观众的支持，所有的付出和成果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为大马星光帮加油吧！让我们在华人星光大道二展现新秀 Girls Power。华人星光大道二，9月2日下午6点30分，只在 Astro AEC。